也无想要去看到迄个将你小妹卖掉的阿嬷。卡叔是安尼，你为什么袂甲坦白甲阮阿爸讲呢？我袂安怎讲？当阿当阿袂搁再转来啊，是无？恁爸爸伊袂相信，你也毋是毋知恁爸爸的个性，所以即届，咱全家伙拢甲伊斗相共，互伊较欢喜。就算讲以后阿当阿伊袂转来啊，上无吼，嘛会当减轻恁爸爸对阿当阿的亏欠。阿叔阿端啊，那参照协会阿所讲的，永远都无要倒转来。我若真心找我阿端啊，阿是阿是永远都袂原谅我。喂，我昆山哦，有啥物代志来办公室讲，莫占线吼。喂，哦，贤惠哦，哎，我啦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踮在厝的莫跑跑走，厝的爱有人伫的啦，电话爱一定爱有人接的，嘿嘿嘿嘿，啊，你就请一个人就好啊嘛，去厝内代志我爸上去做就好啊，电话有人接较要紧啦。好去。喂，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我有看到啦，哦，拢有顶啊，拢有顶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好，无你再来回个无收下咯。有啥物代志要问，做你问。头家，我想要想问看卖，讲有啥物代志，我会使斗相共的。唔免斗相共，啥啦？对今仔日开始吼，若有啥物代志，直接来办公室甲讲就好，吼，尽量莫占线。是。我是有情报纸找人。情报纸找人。我想要透过报纸，看会当找到文生因老母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咧担心讲阿端那电话若敲袂入来，所以尽量莫占线。是，是是。头家，另外搁切猪脚甲猪肝来。要大盘还是小盘？当然嘛是大盘。大盘呀。哎，啊，过来啊。哦，是啦。哎，你叫啥名字菜啊？是啊。哦，哼，我即马知影，恁爸母哦，紧要甲你嫁出去哦，都是哦，因为你食烫海，财神哦会叫你食了了哦。哎，你要请人嘛较有诚意的，莫牵拖着我的终身大事。我嫁出去，嫁袂出去，管你什么代志啊？是的啦，来啦，我敬你啦。来，好哒。什么啊？好大哦！对啊，今仔日是为着前两天的代志搞我回去的，动嘛好大。唔系啦，顶天哦，我啉到这么醉，即马我哪敢啉这多啦？你是不是查某囝啊？唔系啦，唔系啦，咱哦水啦，等你海菜来哦，我再跟你拼啦，吼。好啦好啦，水水哈。你唔通误会哦，我是不爱啉酒哦，我今仔无少啉到面红红哦。回去，阮爸母搁在遐细细念，才足烦的。你爸母是讲啥啦？
安吉就听你讲要招我出去，啊，你想你要甲我拍？拜托，我无。我知影你无，啊，不过我惊阮爸母会伤心嘛，所以我只好找你做挡箭牌啊。啊？挡箭牌哦，啊是要做偌久？安怎？跟我斗阵，让你感觉真无面子是无？无啦无啦，我唔是这個意思啦。唉。归去哦，我行一步算一步啦，较免逐工吼，互阿爸讲阿母逼我紧嫁嫁。哦，好啦好啦。你刚回去，无恁阿爸咪较臭头。迄是无呢，迄好佳哉，有一片啊，要找阮阿母的找人客诉哦，甲我解救。即摆阮阿爸，迄规头壳哦，拢在想讲哦，阮阿母会打电话来。哦，阿刚有消息。到即嘛袂来，是咧做啥？他给你。坐啦。啊。安怎？有消息无？拢无消息呢。即几天哦，是有看到头家接一挂电话，也毋过拢是卡来问的，拢毋是头家牛。无啦，我是当阿段啊啦。无唔对啦，卡苏阿东那来等阿叶家，伊都是头家娘。那你头家娘你嘞？所以我唔才要你注意头家伫个办公室的动静。无论安怎，我绝对袂用让你查某踏入阿叶家一脚步。讲的嘛是，头家根本无讲阿东那转来时阵，哪来你？你得直接讲，你的意思是讲阿东那转来叶家？我是要安怎死无？假使头家若真正为我设想过，我就免遮尔辛苦叫你去注意伊的行动啊！总讲一句，我绝对袂愿意让阿东啊倒来叶家。假使伊若敲电话来处理，搁安怎讲？我绝对袂让伊甲铁城见面。伊若是敲去头家办公室嘞。这是啥？窃听器啊！只要你把这装在头家的办公室内底，我就发导航阻挡阿端啊，卖回转来叶家。啊，这代志也是让头家知，哪里我是要安怎？你着摕到我家来啊！啊，不过，卡住阿端啊，转来，我伫叶家都无任何地位啊。到时阵，你会帮我赶快都报袂掉，这下钱可以应付外口遐人。阿金牛，你拢知影？我要交代你办代志，我嘛先甲你探听下好。啊，若无，我若敢确定我发电话通你。阿母，阿你还袂困？阿你毋是同款还袂困？茶啉伤多啦，啊，代志也多啊，心情真复杂。若是有找到阿端啊，你都袂安尼啊。已经十几天啊，拢无阿端来母仔的消息。莫讲你心情压榨，阿母嘛是同款。总会找到啦。哇，我要来看。阿霞，假使阿端阿若唔转来，阿母啊，恁阿一直认定阿端阿袂转来，我都订报纸啊，伊若看到报纸哦，就会甲联络，一定会转来。我也是讲卡输啦，世间事哪有迄个绝对？若卡输阿大人转来，你是不是要一世人怪我？
我无咧怪，我是感觉对阿端也真歹势。这二十年来吼，我都无法度通甲袂记的嘛。事业若愈发达，日子过了愈好，我顶多感觉家己真无路用啦。自从阿端阿嫁我以后吼，我都唔捌会过起什么好日子。你甲看母甲尾啊，阿端阿人煞失踪去啦。我哪有法度通去原谅家己啊？你无法度通原谅你家己，就等于无法度通原谅我共款。这件代志是我一手造成。心头艰苦无地看，多情总比无情伤。是一片苍茫的心，甘饮天甘露草。像安尼，逐天摇头甲面来怪你阿爸死人心。就算我阿多那伊无转来，小妹妈还佫有我。你佮伊阿婆几担？我嫁来你业界已经十几担啊，敢讲我真正真不如意？你当年佮伊无共款的啦。这十几年来，你是咧享受的，阿多那是咧吃苦。你哪知伊在吃苦？你甲想看卖啊！一个拄才生产后的查某人，身躯伊阁无半线，就安尼失踪去，一定落来受尽苦头的嘛。迄是无一定的。无得靠哦，伊早就已经死啊！你想看卖？一个死去的人，伊会吃什么苦？受苦的是你甲我，是咱两个啦。为着伊，咱两个受的拖磨，感觉都无够。你等伊好啦，谢谢啊，明天见啊，再见。啊，失礼啦，失礼啦。你也知影失礼啊？我正咧想讲哦，你这个人哦，册是读到倒位？我唔捌看过像你这么无礼貌查某囡仔。我唔是已经甲你回失礼啊？我唔是讲真嘛，是讲伫咧工厂的。你为什么看到我哪看到鬼的？敢讲我敢有这么可怕哦？唔是你可怕。是咱离愈远愈好，离愈远愈好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一直在避我？我哪有避你？我敢有法度避你？你是经理，我只不过是员工，我谁当避去倒？经理，我拜托你以后莫再来找我，你莫害我好不？我真需要这份工作，你莫害我去混石头路。因为跟我做伙，你就会无头路，是谁敢跟你石头路？要甲你石头路，爱神经过我这款的。我捌甲你讲啊。等下，秀文，你毋是一个足勇敢的人。我会记，恁小弟仔出车祸，你表现敢毋是足勇敢的？奈雄雄变甲这么软弱。我毋是软弱，
我是无想要别人讲闲话。讲闲话？是谁敢讲闲话？我跟你讲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无人会当阻挡我。我即马跟你讲，自今日开始，只要我有闲，我欢喜，我随时要伫你的面头前出现就是出现。我就是要挑故意，让伊遐反对人看，因的反对是无路用的啦。何医生，无你是闭结迄个啦，是要等偌久啦？啊，好歹你嘛讲一句啊！阿大那敢会死啊？死？这呸呸呸呸呸！啊，你别人唔讲，你讲这要创啥啦？啊，你等遐久，等这句出来呀？哦，哎，若无我不抓等遐久，也无要卡联络，也无要卡电话来。讲我就好啦。我剃头赚钱也袂富气啊，要哪有咧阴间通去看报纸啦？啊，就准都讲有看啦，嘛袂专工去看迄个找人的报道啊，对无？安尼可能阿端啊根本就无看到报纸，才无来找我。哎呦，唔是无来见我。啊，你嘛三八到村的，啊，等恁翁阿婆啊，感情讲外好就外好啦。啊，伊若准都讲有看到你登报纸，还要找伊，半暝半夜就总登啊找你啊咧。哎，无等下找你哦，上好嘛爱敲电话给你啊，结果拢无啊，安尼就表示讲哦，伊无看到你顶个报纸啦。我是咧烦恼讲哦，阿端啊，敢会，安那，敢会发生什么意外？没啦，你卖咧乌白想好无啦？大端那款个性，咱也毋是讲无了解啦，伊要哪有像我迄款短命人啦？安那安那，乌白想。万一阿端阿拢无咧看报纸，阮两个即世人毋着无法度通好好见面。哎，妈子啊，伊无看到，白云有看到啊。哟，奖金，提供奖金啊！我帮阿端阿，甲看过阿端阿人哦，敲电话来，你着付伊钱。你无听人咧讲哟，有钱使鬼个下无啊！我保证免偌久哦。你就当找到阿大那啦！嘿，阿秀啊，你平常时啊，你叫甲散散嘞哈？哦，你头壳真好哦。敢有？是你搞学了啦！那阮阿秀啊是欠栽培啦，迄人互伊读较济册了哦。哎呦，今仔日唔呐安尼尔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阿秀啊，你坦白讲。阿秀啊，我偏爱叫你挂伊。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阿秀，你坦白讲。你是较早就知影我叫，还是怎啊才发现？啊，当然是较早就知啊，啊，我哪会记哦你？啊，你嘛你三八，啊，较早就知影是安怎，拢唔捌甲我学了，佫定定咧气人我。啊，那你是捌一箍乌汗钱？嫌货才是买货，人你是毋捌听过？啊，无我记哦你创？安尼讲毛病啦！哎，啊对啦，阿成。啊，阮阿叔叫你吼出奖金找人的代志，啊，你报纸是看哪袂？有啊，我拄仔要来恁家进前，就先去看好啊。哦。啊，那你奖金是想偌济？若有敲电来报阿端的消息哦，我是想二十万。呀，二十万？对啊。哦。啊，若亲身送阮阿端啊转来到厝的，我是想五十万，这绝对无话讲。五十万哦！心头艰苦无底。讲了无唔对啦，奖金这么多哦，一定有人会来报阿端阿的消息。阿玲若要找到阿端阿，比较就较有希望。对啦。啊是讲哦，人若找到是真好啦。啊，幸会嘞，幸会敢有同意？等你嘛，你三八，我妈子是要找伊失散多年的某嘞。敢讲要找伊的某，等下就爱说伊等伊人咧才会用的哟。袂啦，袂啦，但我袂反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人若找到，甲带转来吼，反对嘛无路用啊，对不对？是啦，人若找转来吼，反对也无路用啦。我是讲哦，
今仔日哦，若换做我是幸花哦，我自即马开始哦，心肝就袂爽快。嗯，讲甲恁查人就是安尼啦，北塘就是遐下啦。袂哦，阿秀啊，恁阿秀咧讲了嘛是有道理的。啊，人伊平平查某人啊，应该较了解查某人的情不情哦。了。嘿，我看也是暂时莫让幸花知影我牵报纸的代志。嗯，对啦，先莫吼知是较好啦。啊，听吼，那个齐敏若煮正饭吼，啊是个幸花要反对嘛无路用啊。嗯，有理有理，予伊知影牵报纸的代志哦，唔拄伊若阁心情歹啊，我是加找麻烦的。哟，暂时莫。对啦对啦，查某人哦是较卖力啊。对啦。阿姊啊，你无听人咧讲哟，野熊野虎，唔同野着车查某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是咧讲啥？哦，安尼就好啊。情的阮心肝，亲像一。